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？应该是与前任男女朋友同台中间却隔着三个人吧。郭采洁和杨佑宁这对刚分手的情侣绝对体会很深。好像今天在职场发布会，好多有两个人评论是因为跟这事有关的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电影的定调比较情感上稍微严肃一点。对，好像当然对啊，所以对啊。<笑> 真的是语无伦次，这是杨佑宁和郭采洁分手三个月来首度再同台，当然成为媒体焦点。杨佑宁显然难以招架。没有不好，还是非常的珍惜，非常的珍惜。 不过这说法好像和郭采洁有点出入。现在我的生活里面，我其实不太有，就是异性朋友的需要。分手真的不需要假装做朋友。还有大陆媒体报道，郭采洁下了台其实哭花了脸，两人在舞台上强颜欢笑也让人看了更心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